看《还珠格格》长大的臭宝，应该对这个臭宝寄来的花不太陌生。这就是紫薇，其实紫薇呢还是比较好养的。然后这个花友养的不咋地的寄给咱了，咱继续挑战臭宝们寄什么花，完了免费救活什么花。但是寄养虽说是免费的，但是来回的快递费要自己出，养死不赔，好吧？你别认为寄给老花姨了就怎么地了，老花姨也是尽力而为。一看到这种老庄啊，我就老是想奉劝花友啊，就是你们没养过花的尽量别玩这种老庄。有话说咋回事啊，你给我解释一下。我跟我大舅说，我说你头婚是吧，你尽量找个年龄相当的，咱岁数大的，闲着没事你就光伺候他吧，是吧？这不是一个道理吗？你看这位花友他都也不长根，这种的老庄的活性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，所以说呢不容易存活。那寄给咱了，咱就帮他整一下。我看了一下树皮，还有这么几丝希望。花盆呢不用选很大的，差不多能给它放下去就 OK 了。接下来呢给它放土。其实你要老庄的话，老花姨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呢，就是风化土或者是火山岩，就是纯颗粒，这样的话更爱发根。那这个呢就用纯火山岩去救治的，是纯火山岩给它救的这个昙花，你看现在就长起来了。因为最好的一个生根剂呢就是空气，明白吗？臭宝只有说是良好的空气啊才比较哇塞。还有就是给大家倒到的这个卧龙式的这个三角梅，给它按照这种卧龙的形式种下去，你看这样它能大面积的去接触更多的空气，你看包括我这个底部它也是这种非常透气的，这样的话它根发育起来了它才能去长叶子，明白吗？臭宝所以这花盆也一定要盖它。很多花我就用了一些大量的泥土啊，盆子用的很那种瓷实啊，不透气啊，它就不发根。包括给这个花友救的这个叫栀子花，你看现在也在长叶了。就这个就是前段时间很多叶子的，然后叮咣叮咣给它剪了。那这个缝隙比较大，直接放火山岩的话可能会漏土啊，我就底下给它垫一层老花姨的这个通用配方土，薄薄的一层，然后稍微塞一塞，把细的塞下去，就留一些个纤维，看这纤维在里边的话，上再放什么土啊，它就不漏了。看到没？就这种感觉。你当然了，你也可以用一些纱布啊之类的东西。关键的东西来了，纯火山岩，那、这个就是火山岩了。当然了，大家可以用那种水洗的粗河沙或者什么东西的，就是纯颗粒就 OK 了，把它摆上就往里边加。先发根，长根再说。有话说，那你这纯火山岩里边一点营养都没有，它很老，它里边呢这个树干里边有很多的养分，足够支撑它发根的了。等根系发起来，等明年春天咱们再倒腾它，先保命，先苟住命再说。没有命，你说啥都白瞎呀。很多花友就买回来直接往土里边一弄，啥也不管了，那不行，先让它发根才行。拍打一下，根系尽量的充分接触。好，接下来呢就是加料浇水，杀菌药是需要的，然后用点生根液。你看有的花友担心营养不够的，这个生根液里面就可以给它提供一部分营养了。我找了个大一点的水桶，直接往大水桶里面加入一部分的生根剂，就大概是1000倍的比例啊，臭宝。很多话说，老花姨这个东西怎么用，就是1000倍的比例，看着大概就行了。这个加的是恶霉灵，它尤其是针对于根部杀菌啊方方面面的。这个呢是甲酸辅美酸，也就是小黄2号，老跟大家伙说的，主要是用来杀菌。你看杀菌有了，提供营养有了，咱们用的花盆和盆土它都很透气，现在就是看它运气的时候了。先水先搅拌一下，拌的这些药液呢，像大家扦插呀、换盆啊，都可以用得着的。然后呢，把这个放进去。你看这个排水透气性多霸气，对吧？排水透气。那这个喷壶呢，是我之前喷那棵大树里面对的夜郎一号，是刺激它发叶子的。这里面呢，就是夜郎一号了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加入夜郎一号。这个有的话说了，哎，这啥？
你可以，你像那个你们年轻的玩吃鸡，对吧？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叫肾上腺素，对吧？给你打上一个跑得快，哎，缓慢回血，提供营养。你像那个有人说我不玩游戏，我不知道那个，你像年龄大点都知道速效救心丸，对吧？续命的，或者说你可以理解为安宫牛黄丸，懂这个意思吗？就这个意思了，给它救活一下。这个杀菌药就不用说了，就咱们用的抗生素嘛，防止这些个病菌再度滋生，加入。也是感觉差不多啊，老花医就是还是凭感觉来的，都是1000倍的比例。你看园艺用品用到的很多的药啊，它都是1000倍的比例，千倍定律记住就行了，就每毫升兑1000毫升的水嘛。那这一段呢叫保湿，因为肝养根，湿养液，这个要经常喷一喷，这样就 OK 了。以后浇水啊，有些渗下去的水啊，保持一定的空气湿度就 OK 了。如果说大家没条件的话，可以套一个那种袋子，套上一个袋子，让它有点水气，就这样子咯。有的话说能活吗？要是春天的话，要是新鲜的，存活率是100%，这样的话有个30%就不错了。希望能帮助到大家，觉得不错记得点个关注啊。老花医会每天给大家分享很多有用的养花知识，我是老花医，养花最专业，白了臭宝。嘿嘿嘿嘿。